跟我去巴黎。还有一个小时，来得及。给我一个理由。我们马上就要成功了。这次去巴黎，我志在必得，盛装就是我们的了。这个问题我们不是讨论过了吗？舍不得你，我以为我可以放手，赶紧回香港，但是我发现我做不到。我不想以后只能在照片里面看到你，只能从别人口中听到你的消息。我不想以后不论我去哪里，你都不在，我再也看不到你，听不到你的笑声，我没有忘了，而且，我们离婚不就是为了这个？就是为了这个承诺。现在离成功只有这么小一步了。我们说好，等到成功之后就可以再结婚了，现在就差这么一步。你陪我一起走过这一步，好吗？好，我再给你一个机会。我们放弃了一小步，跟我回香港好不好？